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各位乡亲士大，大家好。嗯，我讲乡亲士大，不是好笑，不是乌白讲。嗯，我家己就家己出世的。哦，阮家是，嘿，阮家是，我是伫迄个北门，北门遐，北门车头遐。哦，阮家一直住遐。哦，啊，阮母啊，我外公外婆，我的母亲的娘家啦，伫德家，我阿里山遐，本溪湖遐。啊，大家知道，嘿，真正正港的啦。真的吗？即摆阮阿姑甲阮表兄搁伫遐种茶米啊，正港的。正港的。正港的。正港嘉义人。啊，你外省那边，外省那边，恁那会遮在地哈？啊，对，这毋是外省的。啊，拢我外省三代，恁可能六代、七代嘛，对不？对对对。啊，若要讲外省的，迄个讲袂完啦。对啦，正港的。讲对。啊。啊。哎。台湾人。安尼讲正确的吼。哎。只有原住民嘛，对不对？才叫真正的台湾人嘛，哈。哎，啊，其他我们要计较这些，都是被政客给我们在用假的意识形态制造对立嘛。没错，他制造人民的对立，他去获利嘛。啊，骗完选票，骗钞票嘛。对。哦，啊，讲到今嘛来啊，你看，嘉义，我看你们都这些都是各路都是英雄好汉哦，在。眉山这边可能都算是卧虎藏龙啊，我跟你讲啊，都算是比较造反派的呢哈。啊，不然明文规定的状况下，你们敢来中天？哦，对对对对对，对不对？这些各位大哥大姐看起来就都是打破明文规定才会来这里的。对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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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然看到彭华干，你看彭华干额头上面写两个字，你们没看到？小小的，我站得比较近，看得清楚。不是造反派啊。这就是打破明文规定的人啊，对啊，哦，啊，我就不晓得嘞，好像我们都是鱼肉嘞哈，他们鱼肉乡民就是在鱼肉我们啊，啊，我看了都觉得哎，足奇怪嘞，那单明文吼，以前我还记得我细汉的时阵吼，啊，就听讲单明文要选管议员呐，嘿，哦，啊，伊当阵要选管议员。啊，刷去争取啥？国民党提名啦。啊，国民党提名，伊可能就排无名哩。啊，就去找啥？找啥？找黄复兴啦。哦。哦，所以恁知无？陈明文选管议员是国民党的黄复兴甲提名的啦。安尼。安那。哦，啊，这个人就安尼啊，食阿明，食阿明，告阿明，搁干叫阿明，吼、哦，阿明真啊足冤枉的，我讲。啊。代志发生到即马来啊，哦，啊，权力还可以世袭哦，对啊，哦，权力可以世袭呢，哈、哦，哦，我都不晓得呢、他们这种假党假替耶、然后所有东西、所有的预算，嘉义县政府怎么被他们掏空？还可以怎么样被五鬼搬运？啊，现在爸爸吃不够，换儿子再来吃。啊，我们真的是欠他们很多呢，哈。对啊，我们应该还他们的，是不是？是不是这样？啊，我就不太晓得呢。到底哪里欠他都不知道。我如果讲错，你们要纠正我呢，哈。我听说水上有一块地，水上啊，本来是水土保育地，水土保育地哦，还不是一般农地哦。听说前一阵子被变更了。变更。变更为殡葬用地啊！你们知不知道我在说什么？知道，知道哈，有人知道哈。老板是谁？听说是他两个儿子共同占有股份哦。然后被抓包之后说没有，我们现在在转公司，在转经营啊。啊，陈明文就这么厉害呢？啊，其中那个儿子，小儿子不是要选立委吗？冠廷、哦，冠廷，保育用地 对，可以改殡葬用地，然后就他们家可以用，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这没有明文规定，怎么做得到呢？大家都傻了吗？对，都不知道有这个事情吗？对，啊，嘉义县有这个工业区、那个工业区的，然后中央就给你立一条说嘉义要盖冷链，冷链服务哦。什么东西都可以做冷冻、做运输、做什么的。对。啊，结果又有一家冷链工厂出来。哦，几十亿的资本哦，几十亿的资本哦。
啊，结果没有盖在工业区，又盖在另外一块农地，又给它变成工商发展区。哇，这台积啊，那个老板是谁？哎，这次不是他儿子，你猜错了，是他老婆。哦，可以这样搞哦。啊，冷链，我告诉你们，你们都不知道冷链要做什么。要做什么？哦，很好玩哦。光电你们就熟了吧？对，光电我们知道。我们嘉义一大堆山野 BOT、海野 BOT 铺光电板的嘛。对，对不对？有一些我们的朋友亲戚年纪比较大了，小孩不回来务农了，我的农地放在那边要怎么办？对，租人家。嗯，租不到多少钱。对。啊，我们种稻啊，今年说嘉南平原只要是增温水库、增温水口灌溉区了哈，今年。第一期跟第二期不是都停耕吗？休耕吗？是怎样？说水不够用，现在甜的，是怎样？他的油比起来，说不爱给我们用，因为工业区要用，商人要用，所以农人不要种田。你排最后。我们不是以农立国吗？对。我们不是嘉南平原是台湾的谷仓吗？对。郑成功，郑成功到台湾400年来，第一拜说嘉南平原一期二期稻作全年休耕，真的啊？增温水库灌溉区域一期二期就是全年了，全年不准种稻，那是很严重的事情耶。你还骗我说我们要战备，战备不用储粮，这是不是自己骗人，然后自己拆穿嘛？对，什么哥讲这个就很清楚了。什么都到时候进口再来讲啦，对不对？又编特别预算啦，这政府就是这样胡搞，骗人不用打草稿，完全不用打草稿，然后被抓包，自己还唾面自干。对，唾面自干大概怎样什么意思啦？哈，对啊，配水暖来，配水暖，挂挂嘞啊，挂挂来讲哦，这个很营养，可以当面膜啊。对，啊，都这么无耻的一个状况。我在熟悉都拢安尼啊。然后恶性循环，整个恶性循环就变成说，我们的农地不能农用，农地不能农用要怎么办呢？要怎么办？来，光电厂商就来找你了。嗯，哦，要有诶，什么青色的遐议员、议员、肉丸的，哦，什么乡长的、县长、立委的，跳下卡，唔着来恁兜啊？阿伯、阿姆，啊，伊块田你放伫遐要创啥？最后人去种，一担领的偌济，7万块、8万块。无啦，我来讲啦，也无租下，我帮你介绍啦。安怎？吼，租好迄个铺光电板的啊。哦，即马在赚哦。有影。这有较赚哦，10万块卖无？哈。一年10万块。我给你介绍啦，嘿啦。安尼哦。不好讲的，给你啦。哦。有的人唔得安尼说出去啊。对。整个恶性循环哦。没错。民进党跟你说的。他们要帮助青年回乡务农了哈，现在变成那个务哈是耽误的务了，务，真的在务农了，务农摧毁我们国家所有的根本啦，什么叫以农为本？光电以农地为本啦，所有的农地都被摧毁了啦，余温也被摧毁了啦，没错，你把那个太阳能板往上面一铺，我告诉你。我等一下再绕回来跟你讲冷链厂要干嘛用，你就会恍然大悟，这是一套的，一套，这是一套的。我全台湾我第一次在这边讲这个事情，我明天去柯文哲新主场，我还会再讲一次。然后我明天下午在 TVBS 我还会再讲一次。但是我第一次讲这一整套是在我自己的家乡嘉义跟大家分享。来，帕宝姐，来。我跟大家报告哈，太阳能板铺上去以后哈，它半年要定期清洗一次，对不对？对，清洗要用化学药剂撒上去，它那个喷的哦，因为很大片嘛，它要用车子用水泵浦高压唰给那样抓出来哈，那个化学泡沫在太阳能板上面唰，然后再用水冲一次唰冲掉，所以上面的化学药剂呢？全部流到余温，全部流到农地。我刚刚就在想这个啊。啊，对对对对。哎呀，它流去哪里呢？对对对。下面就是余温啊。余温跟农地啊。是啊。所以你告诉我，这样子周而复始20年。20年。那个余温，不要说20年了，第二年以后那边养得出鱼吗？
养不出来了。啊，那个农地种不出来了。二十年以后你去给我验，嗯，它能够种东西吗？完全不能。种了谁敢吃？陈明文要吃吗？所以这叫务农啊，耽误的务啊，啊、嗯哦，来，我再告诉你，冷链现在出现了。是。陈明文的太太，在嘉义盖的最大冷链系统，全南台湾最大的冷链工厂。真的。全台湾最大的南台湾最大的冷链工厂在他们家，我等一下再告诉你。然后重点来了，好，重点来了，他要冰什么？要冰什么？对啊，我也是，哎，从头开始就没有想通，冷链工厂是在嘉义的。对啊，他这个到底要冰什么东西啊？咱做这物件青椒都无搞，佮拍光了无？啊、你要冰下，你要冰什么？对啊，嘉义整个云嘉南、嘉南平原的产出来的农产品是，大家都知道嘛，当天不是批发掉、分掉，就是往台北运了嘛，往台北送，台北农产公司都是嘛。对，啊，怎么你要冰什么呢？对啊，哦，好号称啦是要冰鱼啦，鱼货啦，鱼，哎，鱼货，为什么？我刚才跟你们讲啦。余温要铺太阳能光电板啊，然后呢？啊，然后下面就养不到鱼啦。对啊，所以他还说他要冰鱼。对啊，所以已经有检察官，因为我自己在台北有主持广播节目，有其他的节目嘛，哈。对。啊，我们自己跑新闻出身，已经有检察官告诉我，他们已经发现北部有冷链工厂在卖假的鱼单。假的鱼单，就是假装。你的鱼冰我这里，我开单子给你，两个好处，你的鱼温租给人家了，嗯，哦，啊，你要证明，嗯，你还可以养鱼，政府会给你补助，嗯哼，第一，你先拿政府补助，哦，啊，第二，嗯，我明明你没有鱼给我，对，啊，我开鱼单给你的话，对，你要贴我多少？哦，你都拿补助了，不用贴我吗？对啊。这个生意就有循环了，北部已经有人在做了，已经有检察官在盯了，嗯哼，啊，南部你告诉我，在明文规定的状况下，这种状况不会发生？一定会发生。他突然良心发现了，以前污的，今天开始不污了，你相信？我不相信。你相信的话，留电话给我，我以后留住址给我，我跟你当笔友，哎，我们天天写信，好不好？好。不要闹了，不要闹了，我讲的这些东西都是已经生活上时时刻刻发生在你的身边了，你知道吗？嗯哼。啊，我们现在脑袋还都被这政客涂得蓝蓝的、绿绿的、笨笨的。对。天天他这个用假的意识形态框住你，那个用另外一套意识形态框住你。嗯哼。然后把你弄得笨笨的。对。人民之间有对立，他趁机去捞，他去获利。这个生活我们过了几十年了啦，没错。现场有一些大哥大姐年纪都可能跟我爸妈差不多大了，嗯，有的还跟我差不多大，嗯。我们这几十年来没有被少骗过了，对。但是今年选举，嗯，为什么每个人都跟你说今年不一样？第一，我们不再是一个有钱的国家了。第二，我们台湾已经中华民国台澎金马生不如死。出生率比不上死亡率第三年了，对，第三年了，哦，对，第三，嗯，我们从今年六月一号开始出口到东南亚，嗯，哎，哎，东南亚又想到陈明文了，陈明文说什么？掉300万是因为他儿子要去苏比克湾开泡沫奶茶，啊，珍珠奶茶，对。啊，南向政策好像他们都很懂，也赚了不少，对对对对对对对。南向政策多少虚设的公司在那边？假装开一个纸上公司回我们这边贷款，几年过去了，5000亿、6000亿丢水里，你根本一点感觉都没有，完全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，你一点感觉都没有。对，5000-6000亿而已啦。嗯，你在乎吗？而已啦，啊，而已啦，因为这对他们整个举债5-6兆来讲，1/10嘛。对，啊，你又感觉不出来，小钱。啊，你喜欢老人年金，我给你一点啦，嘴巴闭着不要讲话啊，闭嘴。你都有老人年金拿了，你还这边在乎5-6000亿干什么？对啊。啊，我们的脑袋到底在想什么事情？为什么政客可以这样操纵我们、骗我们？
怎么可以继续笨下去？哦，这就是我们最不了解的。我们要加油了，对，清醒过来了。嗯，明天、后天，不管我们希望的结果是什么了，哈、哦，嗯，台湾一定要往前走，是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做自己的主人。谢谢，谢谢嘉庆，小毛哥，哎。小毛哥真的太阳星全校克斐尔益生菌，我吃了两三天，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，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，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。因为太阳星全校克斐尔益生菌，才让我认识到克斐尔益生菌，它是由多支菌种的益生菌所组合而成，不仅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正常运作，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，相当强大。你知道吗？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，称它是神仙的礼物。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，克斐尔益生菌不仅帮助肠道健康，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，所以维持肠道菌丛的平衡是解锁身体健康、精神健康的钥匙。对帮助睡眠、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，也因为这不是药，有季节敏感、代谢困扰、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，选择太阳星全效克斐尔益生菌，做好日常的保养，身体健康没负担。每日克斐尔，时刻美好 ，Good feel feel good。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，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。